大家好，我是老猫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我们现在是在龙首北路东段，这儿一个中式汉堡，今天来尝一下。平时这个汉堡皮是熊烧饼做的，今天来尝一下。走走，这叫塔斯汀中国汉堡，刚开的新店啊，北郊有三家，其他地方没有。我要一个这个双人套餐二，然后单点一个薯条，再点一个这个。要送到会员吗？把那个再换一下。这凳子操心，地方啊要干有点偏了，有点偏了。龙首北路一块，东段一块，全是卖吃的，但是一拐进来就萧条了，人就少了。这那个香辣跟烤鸭，烤鸭的啊，这个套餐是43，一个香辣鸡腿的，这个是北京烤鸭的啊，这炸鸡啊，两杯可乐。这个饼皮啊，确实不是面包了，用烧饼给它代替了。味道还可以，味道可以，这个味道还挺正宗的，烤鸭味道。干了咱俩这烧饼，干啥脆？干比面包能酥脆一点，酥一点吗？薄一点，酥一点。你咋样？我得干，我得再来一个，我太碎了，我。好，我又点了一个烤鸭的啊，这个量有点小，吃不饱。一个烤鸭的是18块钱。一会儿做好了给你们仔细看一下，刚吃的太快了，一个小琵琶腿。这炸鸡做先吃，先炸出来吃，酥脆。可以放好吃，味道可以，可以，味道可以。鸡米花，薯条的这个盒子设计的很精致啊。这里边店里边整个的装修风格也很中国，上面全是挂的小红旗啊。等会儿，快乐费。面这方向套餐都几个，南方一个，女娃一个，情侣套餐刚好得搭配。咱俩小伙子一块儿，你吃点现货。那看我会儿咱店铺的大么小啊？反正就是把饼一换，这个整体感觉都不一样了。看看，哎，这好像都比刚才套餐的那个大了。刚大点。单点的这个汉堡啊，比刚才套餐里边那个大了一圈呢。你看这个饼啊，上面是撒了黑芝麻，看着特别有食欲。饼皮儿的比较薄，里边是烤鸭甜面酱，有大葱丝儿、生菜，还有黄瓜丝儿啊。皮儿很薄，很酥脆啊。这都在这儿锅盔，更松软酥脆一点啊。驴肉火烧那个烧饼，驴肉火烧的烧饼比这厚的多，比这厚，这薄。你干不成烤鸭味儿，干不成烤鸭味儿，真给你试一单吃。哎，不要不要，饱了饱了，尝一下，要给人洗掉了。我给你吃啥还现货，就是，我还能吃一个，算了，我一天运动量少，一天这跑5公里，吃这么多消化不了。中国汉堡确实美着呢，这人还更有健康了一点啊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记得给老猫点个赞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明天见。